实力够强吗？还可以吧，但我最好是不能太强，我队伍里面稍微有个人能跟我半斤八两是最好的了。玄策搞一把吧，好久没玩了，搞把玄策。我想试试用玄策红蓝开。什么？快的，这么快的去送？哎呀，纠结啊我，我纠结呀、啊、兄弟，你到底有没有闪现？我闪。你可真棒，这临死之前还吃口药包，这个游戏你算是玩明白了呀你。我是老六。哎呦，真的是打得难受呀这。这防御塔叫这样越不合适吧，能不能做点事啊。哎，是怎么？我是老六。真的人傻。你相信这是四十星的人？这已经差得不成人形了呀。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孙尚香对线细节。假如说你对线不自信，出门你把这个护甲一买 ，OK。你是个星耀的，你觉得对的明白王者的，你是个王者的，最起码对的明白荣耀王者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他套路了我一波，他就卡我一个兵，很明显你能感觉到这个人比我厉害，对不对？他从思路上就已经碾压我，你能感觉到吧？让我吃完再死，好吧？让我吃完。谢谢你，就这么近，哎，头疼。这打的真的气人。那现在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成绩按得早，那个河道之灵还是我们的呀，最起码我们还是能到四级的，好吧？虽然我们这个蓝 buff 被反了，不过应该压力也不大。嗯、隔空一 A。 哎呦，大哥真的痛啊！我是老六。是。虎牙六八八，每晚七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